好，接着我们就来复习整理一下我们刚才做的事情，请你背的事情。第一个，谁是正，谁是负啊？谁当正级，谁当负级？停车站借问，找位大帅哥或大美女。13号，13，新是哪一级，同是哪一级？新是副级，同是正级，请坐。新是副，同是正。请问你正级办反应？正级办反应，谁啊？正级办反应，大帅哥，我大帅哥，大帅哥叫27，27号，正级办反应，5、4、3、2，讲话。铜离子加电子变成铜，请坐。负极半反应，负极半反应，可爱大美女，女生2号，负极半反应，不会，哇嘞，你要伤我的心哦。请坐，新变新离子，全反应。你就算刚才没有背，现在看到两个反应就也可以知道全反应是谁啊？全反应，大帅哥，大帅哥五，5、3、1，31号，31，哎，泰亨大哥。来，恒大哥，答案。理工上，理工上，新加铜离子，然后呢？讲得不清不楚，不明不白。新加铜离子变成新离子加铜，来，质量增加还减少？质量增加还减少？停车站借问，可爱小女生，停车站借问。质量增加还减少 ？Number 6号，不在，6号没有。可爱小女生，没有女生，没有女生，抽不到女生。11号 ，11，谁减少？都减少。谁减少？谁增加了？新版会减少，铜版要增加，请坐。刚才忘了提醒你们一件事情，不是一个增加，另外一个就会减少，不是哦，不是一个增加，另外一个就减少，不是这样子哦，你后面就学到了，不是这样子哦。好，你不要来，浓度变大还是变小？来。新的浓度变大还变小 ？Number 32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看到你，我也要看到可爱的你。来，谁变大？新离子浓度变大，铜离子浓度变小，请坐。新离子浓度增加，铜离子浓度减少。对不起，我刚才看错了，我要问这颜色，颜色不变，不要问了，因为锌没有颜色，不用问了。铜离子浓度会怎样？减少嘛。所以颜色会如何？变浅嘛，因为它有颜色，蓝色嘛。好，这是锌铜电池本身嘛，那个圆桥啊，那个圆桥啊。重点是嘛，其他注意事项对不对？岩桥嘛，岩桥用谁来做啊？用什么玩意儿来做啊？刚才讲啦，四个字啊，岩桥什么玩意儿来做？可爱的怎么都抽不到女生啊？女生 ，The One， 一样，起立，什么东西做？很好，强电解质。岩桥有什么功用啊？
岩桥有什么功用？刚才讲说老师上课这样教，你就说这样记。岩桥的功用是什么东西？这个人不在，他去自由班了。二不在。26号，26，在睡觉，在阵亡。23。23不在，你们都抽不到人了。30，30号，还有一个，你坐下。它的功用叫做沟通电路，保持电中性。沟通电路，保持电中性。然后呢？为什么可以做这件事情呢？因为正离子会去哪一极，负离子会去哪一极啊？为什么可以保持电中性呢？因为正离子会去哪一极，负离子会去哪一极呢？可爱的大美女，美女叫做14号，14，正离子去哪一极，负离子去哪一极呢？正离子去正极，负离子去，请坐。正离子去正极，负离子去负极。这就是帮你做的整理，这些整理就是你要背的事情，就把它通通给我背好，背起来就对了。就是我提醒那四件事：谁当正，谁当负，正极半反应，负极半反应。质量增加还减少，颜色变深还变浅，浓度变大还是变小，还有其他注意事项。这里的家就是岩桥，可以吗 ？OK 吗 ？OK。